大家好，我是玛丽。今天这次来，我们来庆祝我生日。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小木屋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好东小屋。那下面呢，就是他们这边最有名的露营区，就看到白色的帐篷，然后很气氛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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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学蝉吗？对，这边就是它这边就叫蝉说，是吗？蝉说吗？对啊。哦，对，所以就很多人蝉。咪咪咪咪咪咪。那我们现在很快就来到了晚餐时间，那我们就来去吃晚餐吧。现在就是回到房间来就只想躺下，然后旁边这个人呢现在在玩他的 Switch， 因为在房间里面呢没有电视，没有其他的任何娱乐东西，所以呢就是来这里就是必须要就是很好的面对自己，然后跟自己对话。但这个人就是玩电报，有事我卡关了一个卡关。那因为这边的网络搜寻也很差，所以没办法帮他查攻略，好笑。那等一下我们呢，就是他晚上7:30到9:30，他们的露营区那边会有那个生萤火，然后就可以烤棉花糖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去烤棉花糖。看起来没有，就是焦焦的、啊，真的、哦。然后里面软软的。早餐时间是8:00开始，然后呢，他8:20之前要进场，不然就没得吃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很早起床要去吃早餐，等下吃完再回去睡觉。拍玉米，嗯，拍玉米应该就会成为盘中心。小黄瓜，嗯，对啊，上面好像有带刺哎、欸，对啊，上面是有带刺的哎、欸。小黄瓜是不是上面都有刺？美丽的东西上面都带刺。
它泡在牛奶里面，然后牛奶也有味道的。我喜欢泡久一点，然后你就几乎不用咀嚼就可以吞下去。对，你是不是牙口不太好？